醒，刚睡醒，你干嘛呢？啊，你在哪儿呢？去看看你呗。我就在你们单位外面，找不着，就在你们单位门口这条路上。下雨呢，还在这地方。这边火车不在本站，现在弄到哪里？车头不在，现在车头在北头吧，现在从别的道转过来去南转过来转过来过来、铁水在那边吧，这不是拉着的吗？拉着的吗、对，这不拉着的，热呀，那个车让它感觉到热，那还能行吗？它感觉有下雨
再见了，不方便。好，再回去了，坐车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去，挂车回去。带着那个出租车。对。炼钢的，这面是炼铁的，六高炉。